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飞。这今天那个喉咙这里，然后生病了，然后就是喉咙这里啊，喉咙这里就像吞刀片儿一样啊。我估计我又感染了这个病毒吧，应该说是特别的痛苦，然后还有一些发烧啊。哎呀，我还是躺这里吧，躺这里说，真的最害怕的就是生病了，一生病就没办法，不能很好的照顾毛孩子啊，而且，对吧，也没办法进行拍摄啊，一毛钱收入都没有啊，就是这样。现在发烧啊，这里，我这里特别的热啊，我这边刚煲了药，刚吃下去，希望有所好转啊，就是这样。我在这里和大家去说一下，希望大家理解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太难受了。